看一下这场比赛啊，决赛了，飞鹰对阵把本，这场可以好好看看把本现在的套路。波普、啊，对，波普，决赛是波普。主要我们主要我想看一下碧云是怎么打的。碧云 TVP 就这几个套路的呀。什么飞机金起点啦？我刚刷一下老男孩的房间，就是飞机起点啦。什么飞机起点是什么？那有那个谁，滴血带你回眸啊，这个水友送了个飞机。嗯，这我们只能谢谢这位水友了。感谢。对对对。但是不要送了，我们还是都劝不动了，劝不动没办法的，这东西已经劝不动了。我们已经劝了，对不对？劝不动也没办法，但是我们还是要感谢你一下。对，非常感谢。我最近两天我怎么感觉那么累呀、啊？过完年嘛，很正常的。现在这个时候其实才是正常的状态。你想，你是不是现在回到家了嘛？对不对？怎么说呢？我觉得现在这个状态就有点累，其他也没什么。还可以，其实我跟你说还可以。哎，你回来之后好像2月20号左右你就要来上海了。为什么？好心机啊。不是、那么早？对呀、啊。哎，那你等他们赛程排出来再说吧。啊、嗯，不急的。反正我跟你说有这件事情。嗯，我知道了。你记得把那个，你可以把那个笔记本带过来的，我可以到酒店跟你踢足球的。哎，我就跟你说，如果要踢足球，我可不可以去你家踢嘛？我为什么要在很晚的？我们会很吵的呀。干嘛？背个笔，哎，你反正要从云南回来的，对不对？啊，你背过来呀！你妈的，我们到酒店好好踢啊！有什么累的吗？那我想躺你老婆睡觉。不是，你开个车过来嘛。好累呀、啊！我靠，杭州开车有什么累的吗？妈的，你这种不会开车的人，你说个毛！哎，你开个车过来，对不对？然后我们还可以去万岛吃饭，坐你的车。哎，去死吧你！我已经决定了，我绝对不会开车过来。笔记本我考虑一下拿不拿？你妈的好重啊，这个笔记本。不是，那你让，哎，你让你老婆开车送你去火车站嘛？然后你上去，然后呢？下来嘛，你打个车过来。不是你反正现在一切的想法就是我把笔记本拿过来。好，老子拿过来，拿过来，哎，烦死了。是可以的呀。哎，他们在说笔记本，你敢不敢跟莉莉打？啊？什么东西啊？笔记本你敢不敢跟莉莉打？什么笔记本？用我的笔记本。那打不过呀，这个肯定打不过的。马克蛋，你这种懦夫。速三啊，这个把本这个有点早啊，直接闪烁速三。什么？又有人送飞机啊？感谢大笨驴阿的这个飞机啊，非常感谢。好，来了啊，来了，空投一个地雷，六个机枪，这个也是一个小骚扰的节奏。他们叫你高考球，他球奶啊。高考球男，你妈！你现在还在看我们直播？你高考肯定贵了呀！这次碧云应该说是比较常规的一个套路了。现在本来其实这个流程变化了很多次了。打的位置不错哦。没关系，没关系，这根水晶其实很精髓的。干嘛先骗你啊？他现在不急，你不来，我肯定不放这根水晶的。对不对嘛？然后你走了，我再给你很好，细节很好。下面再开炮台，这真的细节好，细节很好。拖着自己的那个追猎就出来了，然后把你地雷先给你打了一会儿。其实我觉得可以走了。闪烁，哎，闪烁，最后13，哎呀，没有，不可能的，这十多秒钟怎么可能好吗？哎，他没有叮当吗？他不是有叮当？刚才被点了吗？好像被点了刚才。不，不是，他的 VR 刚造好。
毛，他刚才有个叮当飞过来的，我看到。没有没有，真没有，我告诉你，比亚刚好，我看到的这个比亚刚好的。哦。哎呀，大笨驴啊，不要再送了呀，大笨驴。大笨驴。他又疯了吗？大笨驴。又送了一个飞机，不要送了，不要送了，不要送了。谢谢你的飞机，但不要送了，不要送了，谢谢。冷静点，冷静点，不要送。冷静一下，冷静一下。嗯，对吧？大过年的，这个，如果你是高考的学生，对不对？你是高考的学生的话，如果说你高考过了，对不对？到时候来淘宝店还个愿就好了，不要送飞机了，真的，不要送了，不要送了。对，你高考过了，你到淘宝店还个愿。妈的，已经阻止不了了，又一个猛男送了个飞机。这你妈艺考求奶，这就艺考是什么鬼吗？我们这里面难道还有娱乐圈的还要去艺考？冰前期搞了搞，其实没搞的太多，也没搞什么东西。不过把本这个，我感觉明显感觉运营要比冰要好。你看这个农民数量。把本这个运营还是很好啊，五个兵已经好了。嗯，这五个兵好，把本的整个产能一下就上去了。关键是他有三个不朽，马上这三个不朽一出来，你什么这种光头这种全部都得死。Just getting North Americans, so everyone else is just cut out of the equation. 好了，五个兵营好了，三个了，还有两个在造。比云一波兵出来，把本没看到。哎呦，这个有点伤啊。我觉得打正面是没有用的，你除非投。把本过来一看没兵，好吗？懂了呀。应该也知道。懂了，懂了，懂了。他肯定知道你出来了，你的兵。他现在叮当出去找。不，你能走的这个位置就那么几个，无所谓的。哎，没找到哦，没找到哦，没有看到哦。这上来就是一把立场，刷刷刷。真的是上来就是一把立场啊！你跑，你敢转身，转身就得死。先回去再说，主要这个时候交战的确有点不明智。我刚才逼兵就忍住了，妈，很多人就忍不住，一针兴奋剂拉。哎，不会的呀，怎么可能嘛？我说很多人都忍不住的。把本的这个追猎跳的位置其实还是挺低调的。对，不，这种忍不住一上去就是三把立场，刷刷刷就没了。对，我觉得死了呀，感觉碧云。把本这个，哎呀，哎，他的立场真的好快呀，感觉。哎，不过，我觉得他这个扫雷达的功力有点强。他就想扫叮当嘛。对。但没扫到呀。我还有呀，不，扫了一个，还有一个。这进去了呀，这个很难弄啊，这几把立场进去你怎么办啊？对，关键是有立场都在这个地方。还有一把立场，还好，还有一把。把本又是把追猎调出来，继续的跳你一波。他就是耗你这个时候。这兵线被压打很不爽啊。把本没有冷静接兵，啊，他没有冷静接，他是走过来的兵。立场有没有？哦，冷静来了，冷静到了，冷静来了呀。往后一跳，开着盾就跟你怼。哎，有点怼不过，有点怼。没事，啊，后面还有那么多使徒，他在刷兵，哎，使徒飞上去啊，使徒。他现在在耗，马上可以飞了。这一飞一跳你就死了。早点飞嘛，刚才。就死了，这真死了，这真死了，这往前一跳就秒解放者了。这一波输出太夸张了。这几个也使徒。立场一格，漂亮，哎，两个立场夹进饼干，不朽开始输出，跳上去，闪开。他刚才在打基地啊，我靠，基地都没打半血，两个不朽一直在输出基地。这你妈他操作失误了呀，但农民还是打没。不重要，不重要，不重要。我觉得后面他应该再刷一轮使徒了，两个不朽接回来，漂亮，接，漂亮，漂亮，漂亮，死了，耗不过，耗。他两个不朽要是第一时间输出，直接就打死了。对，两个两方也蛮好了。装了走，给你活命。一点活命的时间啊，但这个时候他不会停的呀，他还是会在正面刷兵继续打的呀。嗯，我觉得这时候可以回去运营一波了，因为你在正面刷兵的话，你打不进去，解放者数量已经开始慢慢变多了。我不打进去啊，我在这里刷点哨兵什么的，我就跟你耗呀，这耗可以啊。对啊，我也没想冲进去。
版本一定要等到有闪电再才可以打。这一波打完之后，其实版本已经打出一个科技的优势了。现在冰晶是不可能转 Ghost 的。好，家里面再搞一下，这个烦的要死啊！这波。这种骚的吗？这种都能够哎，想死的心都有了呀！关键是有攻防的。对啊，这个速度两下就一个农民，很快啊！没机会，这盘已经是没什么机会了。把本只要再刷一轮兵，兵现在想的就比较宽了，就别解放了。对，除非把本待会儿，怎么又坏了这个？除非把本待会儿在解放者里面、圈里面做自己，关跳上去，解放者没秒掉，这个妈就尴尬了。他们使出攻速没升，不会吧？升的吧？升了，使出攻速没升，怎么可能没升嘛？哎，这个人是把本好吗？不是来搞笑的，你们真以为是来搞笑的呢？好了，跳一颗雷，退一步。闪电等着你来嘛，你来嘛。九死一生，这波如果最后的机会，就是最后的机会，就是这波被九死一生还是蛮烦的。但是你九死一生你要架住路口、啊。把本已经意识到了，那么猛。这你妈这都意识到了？哎，这他怎么意识到的嘛？他有个，他可能有一个那个，他叮当刚才被扫了的呀。怎么意识到的嘛？这个有点，他是不是感觉你要九死一生就回去了？有点夸张，这个有点夸张。好，有闪电怎么都破得了？这闪电电的妈妈，有闪电怎么都破得了？这种位置被电，你妈想死的心都有了。兵营都没拆掉，搞了半天。哦，双线打了个地雷，其实还行吧，这波。冰的这种九死一生的确是他翻盘的利器。对，其实九死一生你只要三四个解放的架住，神族很烦的。又来、哎，不会正面再推出来，不会翻盘吧？这个局面有机会翻哦，我跟你说，这波真的有机会翻哦。这把本已经乱了，把本已经乱了，把本双线分兵稍微有点问题，但这颗雷在这个位置，我感觉冰只要炸了这颗雷。哦，被点了，还好。闪电，正面闪电，第一把没电到，跳一下，漂亮。现在没 OB， 没事，他这时候要稳住啊，他只要 hold 得住。现在就是，对，现在只是就是一个进入避孕的他就把本就是这口气，他把钱花光，他就可以打了，就这口气。避孕现在攻防已经领先了，三攻好了，解放者的一攻也好了，但这样的话打这个。追的又是两下一个了，对，哎，那么多闪电不会被偷了吧？一会儿来了，被偷，哎呦，哦呦，这两把电正中面门呐！冰要合冰的吧？感觉要合冰的，解放者架住，地雷。站住！看把本怎么破这个口，正面有，不好破啊，不好破啊！这波强行破了，没办法，他必须要破了。闪电一把，两把，先把球合了吧，三把，真的就先合两个球啊！这个又要被投了。哎呀，逼晕利用这个地形真的是利用的起飞了。这个不过把本在逼晕家里面反搞了一波农民。我觉得这样打下去，把本要输这个。没有，把本反搞了一波农民。我憋了那么多 ghost 啊！我告诉你，真的要输这个局势，很难打了。要被投死这样投。把本换家，我靠，这都敢换？这个换家还是有点大局观的换哦。对。但是 ghost， 哎呀，这一波。闪电，哎，有闪电，还有烟屁，用了呀！闪电漂亮，还有一把，能不能电出来？我不朽还是有点凶哦。我发现 Ghost 打不朽一点用都没有啊，打不动啊！这几把电把 Ghost 耗没了，好合一。版本还有那么多钱，版本还行，就四个不朽，四个八八，但被包了。没事。就算都打不过也没关系。我靠，这把光头打光了。
屌屌屌屌屌，这个四个爸爸真的屌。打本还有那么多钱，还有2000块钱，随便刷一刷。把钱花光就赢了。屌屌屌屌屌屌屌，这四个爸爸真的屌。不过这盘冰的这个韧性已经很强很强很强，那么大劣势的情况下能够打成这样，在我们看来都不太可能能够翻盘的局势，居然能打成这样。妈的，不朽真的是啊，真的搞。爸爸到底是爸爸？对，你大爷还是你大爷。好了，家里面在现在冰已经没有多余的兵去分兵去救了，对，只能这样了。他只能守住防黄金矿，黄金矿又守不住啊，这守不住了。对，这你几个 ghost 这没用了，这几个 ghost 一把电下去，哎呦，再来一把电，我靠，哎呦。哎，这盘比赛蛮精彩的，精彩精彩精彩。哇塞！我告诉你 ，Ghost 打那个不朽简直就没用。后面关键你看后面包的那波光头，你妈逼不朽死之前把光头全部打了，包的那波全倒。这比赛蛮精彩的，我靠。对。哎呀，你大爷终究是你大爷。他们两个打的这盘的确蛮精彩的。哎，他们说天下第一武道会，干脆用武侠人物吧。他龙珠的人就那几个人，妈的实力差距很大。用那我们不是武侠人物也可以、啊？那我们以后就用武侠人物吧，好不好？也可以啊。那次古渡之后就用武侠人物。那我有个问题。啊，到底是用金庸还是不是都可以的呀？反正就是你金庸什么黄奕啊，什么古龙啊，这些都用起来嘛。好，那就这么定了。可以的呀，武侠人物，比如说今天叫了个大可，对吧？你就把他安排成乔峰。他妈的，不，乔峰大可，我告诉你，大可至少，我觉得至少是个王重阳。你妈乔峰这种，乔峰什么档次啊？乔峰比王重阳猛，对啊，你确定不啦？我确定的呀，乔峰绝壁比王重阳猛。那你妈大可至少是个达摩，达摩，干嘛？你能找得出比大可更猛的人来吗？毕云啊，不是拿过冠军吗？打死了大可。干嘛？毕云，你妈的！哎，我跟你说，就差不多、就是。然后我们上去挑战的就是什么柯镇恶这种了。对啊，你妈江南七怪，差不多了，全真七子。差不多了，江南七怪全真七子陈友谅，陈友谅，妈的，陈友谅，我，反正我觉得达摩还是有点实力的。那还有那个谁，那个什么，那个扫地僧还是有实力的。妈，达摩是无敌的好吗？在里面，是的呀，无敌最强就是达摩。然后第二是独孤求败，妈的，那我不承认的。我告诉你们，任何人都猛不过妈的那个月女剑那个。月女剑那个太短了，你知道吗？而且月女剑又不是那个，又不是金庸的那个十三部小说里面的。阿青，你就说猛不猛？猛呀，但是他不是那个，是十三部小说里面《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哪有月女剑吗？好像是没有啊。妈的，你这意思就是月女剑就排除了呢？没有月女剑吧？那这样，我们今天其他不说了，我们先排排妈的碧鸳是谁？十四部嘛，对啊，十四部小说里面没有那个没有月女剑的呀。飞雪连天射白鹿，没有没有。笑书神侠倚碧鸳，对不对嘛？飞是哪个吧？《飞虎外传》。对吧？雪就是雪山飞狐，雪山飞狐，然后飞雪连城诀，然后飞雪连天龙八部，射雕英雄传，白是那个，哎，白是什么？白，鹿是鹿鼎君吗？白是什么来着？白是什么嘛？哎，白是什么？我忘记了。看一下弹幕，看一下弹幕。哦，白马啸西风，白马啸西风，啊、西风，对，白马啸西风，你妈都忘记了，我靠！笑书神侠倚碧鸳，对吧？笑傲江湖，书是书剑恩仇录，神是那个
神雕侠侣，侠是侠客行，乙是倚天剑，屠龙刀那个叫倚天屠龙记，不是，我跟你说啊，然后渊是鸳鸯刀。我跟你说，现在就是这两个人，碧云对吧？我们开始不能够把他们弄得太猛，我觉得碧云就当那个明朝那个太监好了。干嘛你看不起明朝太监呢？有点实力，有点实力。啊，前朝太监有点猛的，好吧？写《葵花宝典》的还有点实力。妈的，可以的。他，你想，他跟别人也有点不一样，就是他是靠自己的，对不对嘛？对，你说的没错，对不对？你说的没错。那谁是皇上呢？皇上啊，皇上不是写这个皇上有九阴真经的吗？不要急，好不好？我们先排这两个，碧云就以后就是什么前朝太监了。然后，妈的，不要小看前朝太监，好不好？妈搞得好像前朝太监你妈是鸡一样。对不对嘛？然后那个把本的话，我想想看，把本，我觉得也有点实力啊。哎，到时候再排，到时候再排，到时候再排啊！我怎么现在想不出来？嗯，嘎姐反正就是东方不败，已经定了。对的。好，这边先骚一下啊。万一嘎姐她不想做天那个什么东方不败怎么办嘛？她想做你妈的那个天山童姥，也可以啊！哎，把她搞成天山童姥算了。你妈，你搞她东方不败，她倒是生气了，我操！也是、啊，她说你妈的，她开始不认识东方不败，然后后面妈是泰姆跟那个茂生肯定会解释给她听的呀。妈，他们就说你鸡鸡被割了，所以他妈给你安这个人物。我靠，你妈嘎姐又再也不来打比赛了，又再也不来打比赛了，你妈的！对，没错。那我们先其他选手，我们怎么办？我们两个是谁嘛？啊？你觉得玄冥二老呢？我们肯定不是玄冥二老呀，我们就做两个那个说书人的样子就好了。说书人啊？对啊，天桥下的说书人。天机老人啊，天机老人也很猛的，我们就是天桥下的无名说书人，记录着江湖的点点滴滴。哎，这样好了，这样好了。然后我们帮那个 Michael Set 就安个连底，到时候让他去打比赛。杨连体，你就这样，你就当韦小宝好了，韦小宝也是天桥下说书。好，你是韦小宝，哦，我是韦小宝，你是那个天机老人，对不对？就这么定也可以。我们把我们两个做成那个就在那里解释。白小生可以啊，白小生也可以啊。对，可以。好了，看看比赛了，看比赛不扯淡。嗯，不扯。比赛已经进行到了一个中期了，前期也没骚到什么东西。对，大家又是稳健运营啊。刷继续刷追猎，把本的打法呢，还是以这个、他这个感觉这波压过去还是有点凶的、啊，他这波。嗯。家里面压制，然后开三矿应该是。不过碧云已经做了防守了。碧云也是个很素的三开啊。嗯。It's kind of interesting because on one hand, if the contain goes off, it's actually really hard to contain Terran. At some point, they're going to drop where you're not looking. But it is going to be huge for Beyond to get denied like that. And if it goes off long enough, 先耗一下。On the other hand, too, I think Stats was really hoping to get it just blinked past the bunker, but realizing 想耗这个地堡没耗到，家里面再来一个冷静。反正就这其实压制你的时候就三开了。对，他要打多线，反正双线打打。对，打法反正都比较农民就骚到农民，骚一下，能骚几个骚几个嘛。冷静，他正面应该是在给了压力的，还可以啊，可以啊，这波六个了，还可以。关键是你是零损失的状态，对，杀了六个农民。他让他们让我们
妈的，你是聂风，我是步惊云。聂风步惊云太猛了，不适合我们。不，我们可以当那个当。主要聂风跟步惊云太潇洒了，这个我们两个做不了。对对对，我们这个形象，我觉得我们可以当那个什么，我记得那个李连杰演的那部什么《光明顶》里面那个华山派那个两个人。也差不多，也差不多，我们当不了，也就这个实力的呀。我们当不了聂风跟步惊云，我们还是有点自知之明的呀。这不追着干了呀？没事没事，他在耗，你这样扎针其实很伤的。他在耗，反正你追好了，你追死两三个。好，再过来家里面搞。反正家里面这个能静，反正一直挂着，你就一直不爽。But it does distract some of Byun's army, so it's not the whole army in the front lines. Picks up some of those medevacs to go meet up, though. 这盘双方又是个打实力的。把本的整体，我觉得把本的整体的这个节奏还是在他的掌控之中的。现在，对。但是如果说打到了就是再往后面一个阶段的话，我觉得把本有点打不过兵。哎，这不会吧？你这往这边走出来，不就是个换家的节奏吗？这直接换家了呀，这他没抓到对方的主力，这边先拖一拖，碧云直接往里走了，往回跳，这不刚好包了碧云啊？来的还可以，来的还可以，还可以啊，这不包的。刚才如果是直接九死一生的话，那我估计没他家里面有兵的，他家里面有一个不朽一波兵的。哎，我发现把本的这个中期感觉特别猛。对，他中期这个暴兵关键操作也好，对，他中期的爆发特别猛。他这个打法有点像以前哈斯蒂姆这种打内力这种打法。对啊，他这个真的，我说他中期的操作有点好。哎，他们让我们当曲阳和刘振峰啊，也可以啊，也可以，也可以，对不对？也可以，这两个人还比较符合我们的风格。嗯，那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应该来一首《笑傲江湖》呢？我要秀了一下，可以哦，秀了一下，这个秀的可以。嗯，其实冰这个三环偷的位置非常好，一直没有发现。但我觉得这么打下去感觉把本有点打不过碧云啊。就碧云的正面其实还是他的 TVP 正面还是蛮刚的。对，把本是打那种中期强行爆发出来那一波的。没事没事，我跟你说，把本只要坚持出不朽，把碧云这个部队打不过的，四个五个不朽，大哥大哥五个不朽，就光头你妈跟水一样。但这个地方有点二呀，这解放也带着位置。你上，你干嘛？你敢上来不来？你再走一步，你解放者只要收我就跳。解放者慢慢躲起来了呀。啊，立场哥，不朽，妈的，你还敢来？你他妈不知道不朽爸爸了？不朽果然爸爸，真爸爸呀，这个是。刚不刚嘛？你这部队，你妈看到不朽，你妈真的没办法。但问题是，现在人口差的有点多啊。对。使徒被不朽特别打光头特别厉害。这没刷兵呐、啊，八本。后面来了，后面来了，后面来了，秀的还可以。他需要再来一波使徒，要不然的话站不住了。他一直等到觉得对手是两矿吗？不现实啊！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他肯定知道是三矿。他现在需要使徒和哨兵。嗯，啊，第二波投的位置非常好，好骚一波。这个兵有点烦啊，这个地方又是九个农民，正面立场，哎呀，没有立场，哎呀，跳，哎呀，哎，这地雷被炸惨了，还行还行还行，他解决掉地雷了。虽然我承认他正面是有点脏，妈打回来了人口，打回来打回来，他正面的确有点脏，就是爆光头的这种部队就怕别人爆不朽，对，啊，不朽加使徒，就是使徒在前面顶着，然后光头你妈被不朽你妈疯狂输出，最重要的是，
哎，就被搞惨了呀，家里面。这种光头打，哎，摸上去漂亮漂亮漂亮，哎，这个摸的好，哎，可以，啊。这肯定要冲的，这个立场立场，立场先吃一波光头，但不敢跳，他这个时候，他不敢跳，拼了呀，拼了呀，拼了呀，好，肯定到了，跳了跳，上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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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t base almost only worked out because stats is such a good. 真爹，我操！不是，主要是不朽有一个那个防护罩的，这个防护罩有秒不到不朽。你要出来秒不朽的话，他一个防护罩给你挡一波，然后这个使徒其实输出也不低的。对，哎，这感觉冰云不会被一波摁死了吧？就看这个不朽，这几个不朽来了呀，四个！哎，打不过，打不过，还打不过，哎，你真以为不朽是真爹呢？展开了，展开了。啊，还是有点凶的，有点凶啊！哎，这波这打完你妈也没剩几个光头啊，还是有点凶的。我跟你说，但是没钱的，八本我感觉没钱的。关键是他不死了就不行了。他主要是一下子续不出那么多不朽，不朽这个东西太攒了。不朽在五个左右的时候其实是非常猛。对。你现在这种追猎部队打光头就打儿子嘛，这个被打儿子了，没有输出了，你光靠使徒这种打不动光头的。嗯，一比一啊，这比赛打得很激烈，强行打人博三，但两个人其实实力很接近。八本中期这个正面是有点刚，我觉得冰晕的这套打法是其实有点被八本克的。嗯，只是冰晕游走比较好，你发现没有吗？他的整个游走卡位，我觉得把本就应该在中期三到四个不朽的时候去 A 一波 ，A 一波碧云。哎，他被碧云游走拖住了，啊。对，这是一个问题嘛。碧云就是每次都是游走，然后解放者卡位卡得很好。把本每次战损交换的时候就有点亏，而且我觉得把本啊，你发现没有一个问题？我觉得把本太爱用追猎跳脸了。其实刚才有几次就是最后被架住，他就两个解放者，你平 A 过去不就行了吗？啊，为什么要跳追猎过去吗？你平 A 过去，你就不朽使徒在最前面，不朽在中间，或者不朽在最后，追猎在中间，你就平 A 过去，你绝对损失没有你跳上去那么大。没错，两个解放者能打什么东西吗？两个解放者让他戳，现在本来解放者还削了攻击力的，你让他戳。其实解放者现在呢，就算没有削攻击，你也不要太去在意，两个其实我觉得都还好，没什么，三个两个四个，就三四个的话，那的确还是有点虚的。你超过了你三四个，你要跳脸直接秒解放者了，两个解放者真没什么输出。什么？当然你被加六七个，那基本上就死了，你也别跳了，你妈跳上去也得死。六七个就是架脸的解放者不是优先打气高的，解放者是优先打对空的。对，解放者比如说你跳上去肯定优先打追猎的，这个没有悬念的。对呀，啊，解放者就像那个就像你用叉子跟闪电走进去，或者你用什么东西跟闪电走进去，他不会第一时间点闪电的呀，除非他是默认你闪电是对空。就比如你叉子跟闪电走进去，他可能是默认你使徒跟闪电走进去，因为这件事情是闪电能对空，他就先点解放点你的闪电。这件事我们 ZVT 的时候就看出来了，你为什么要之前要用那个什么女王带大牛带狗毒爆？对啊，你女王就是，因为解放者先秒女王的，他解放者进去是先打对空，你如果是追猎跟闪电一起进去，他就有可能是先打追猎的。感谢福州黄旭东的1200个那个什么压岁钱，我靠！解放者这个东西，反正就闪，他就是认定你，他是判定你哪个可以打他，他就先把你干了。解放者就那么简单一个东西。你如果以前为什么那段时间大家都是抱女皇嘛，就是用来打解放者用的。It's beyond. In the bottom right is the red Protoss. He is Splice Stats. Actually, I just want to point out if beyond hypothetically were to win. 1-1，那这样等于默认打成那个，默认打成那个叫什么来着？
播三了。对。其实 B 云现在他的 TVP 啊，其实我看了一下，他感觉就跟前段时间相比的话，还是有点提高的，就战术风格还是有点变化的。If Beyond were to win every single weekly, he would actually make grinding the cups more worthwhile for everybody else. 你们确定解放者是优先打哨兵和闪电吗？ Because all he's doing is removing first place. 妈，我记得有个人族选手跟我说，你妈是先打对空，然后是先走进去，哪个先走进去先打哪个。我告诉你，我不管是怎么样，反正我知道，应该是先默认先打对空的，这个是没有悬念的。对呀，谁先走进去先打谁的呀？敢不敢赌？我靠！你就把那个人族选手给说出来啊！我忘记是哪个了，但我记得有人跟我说过，还跟我解释了一下细节，就怎么去对付解放者的细节。我记得上次有个人跟我说过一次。You know, just as a side note, I've had a credit card for a long time now, and I got a second one.Which made 啊，优先打气多的这件事情，我是有点不信的，因为优先打气多的，他就不可能先打女皇，他肯定是进去就先把牛给你戳了，毒爆给你戳了，对不对嘛？我也没看解放者是优先打毒爆呀。他是接班人跟我说的，啊，接班人永远不会研究这种细节的，你相信我。接班人就算了吧。接班人我告诉你们，他反正我不知道他最近有没有在练，我估计是没有在练，哎，他已经承诺了。最近过年去了。Oh, no, I don't think I can customize it. No, I wish. I mean, that was honestly a little bit like tempting to get one that you could. But I'm always one that was like pretty well like advised. 他打不过我们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们比他练的多多了。对不对嘛？说的没错。他现在感觉他自己很苦，那是因为以前他没有苦呀，啊。是的呀，星际这个东西也是守恒的呀，你吃了多少苦，你就有多少实力。对的呀。哎，不过说实话，我真的没怎么练人族啊，但是我 ZVT 就那么慢慢的就挤高了。不是，你首先你内力还可以。你再加上看了一点武学的书籍，我打打接班人这种还是可以的呀。但是你说的也是啊，你碰到一个真正的高手，比如我，你就打不过。你要这么说好像也是，就内力够嘛？是的呀，如果你内力，比如说你的内力，比如说你有个这种什么探机啊，什么探母啊 ，IA 啊这种实力，说不定你随便看看武学秘籍，你也可以打死。对的，有道理。好，这边。骚也还可以啊，这波戳的还行还行还行，四个啦，戳的还可以。这波其实地营防的已经很不错了。Also scouted and confirmed that it was a Widowmine drop, so the third base being taken right now is absolutely fine, and it's almost already done. 先知开三矿啊，把本打的还是比较正规的一种开局。我现在真觉得这个 PVT 啊，这个先知真的是可以无限的放大这个双方的一个实力的对等的。你想嘛，先知这个兵种只要不死，我可以无限看你在哪里，对不对？对啊。还有这种什么陷阱那么恶心的东西，万一中一个呢？对。对不对？我觉得先知这个兵种真的有点猛。对，有个观众说来说，小色，我不是说你真打不过 IA 的人，你让他来，你妈的，打死他！耶，怎么又这样了？我靠！我们没问题，我没问题。好，看冰怎么打。其实我记得冰在前段时间还是蛮喜欢有裸双，然后三兵的开局，这个是他比较喜欢的那种开局。就中期的冰特别多，爆发力特别强。我靠！我搞成自动就好了好了。这仙子反正就不停的搞你，你也没办法。
在灯查到你有多少部队的时候，其实神族的这个时候就可以偷一点，相对来说。把本其实我觉得大家应该学习他什么，就他的水晶点出来怎么防空投，这个真的很难学的，你去好好学学把本的建筑学。我靠，他那个空投你进去基本上就是被各种水晶蛮猛戳。问题是我打不来神族怎么办嘛？不是，我是说跟广大观众说，我跟你说个毛啊，你我已经放弃了，你学个毛。我真的打不来神族呀。我以前你不要说我上个版本的神族我还蛮猛的。你立场也打不来，你以为你能办来立场，你也打不来立场的好吗？我以前还可以的，就是以前可以水晶刷外面的时候，我神族还挺强的。啊，就是重新的神族。哎，我以前也是啊，以前重新的神族，你感觉就刷到各种刷兵，你妈往脸上糊就赢了。哎，主要是可以用战术，其实也对对对对也就那么回事了。好了，版本的兵也刷齐了啊，这个时候。这波推过来还是有点威力的，要炮台先守第一波。立场，他有立场，没事，立场有立场就问题不大。应该没什么问题啊，退了吗？哦，还要涨，要打多线，这个时候，把本防多线就是靠那个了。第一波立场放的还可以，别人装弹装的也好。主要是看家里面的炮台防能不能防住这个多线。嗯，现在把本要等先只有五十能量之后，好上去了。对，这样就可以了。什么兵直接打正面啊？他没有投多线到家里啊？对啊，拼一下，哦、你干嘛这么投了？啊，他看了一下，有凤凰，有凤凰，他刚才不敢投，有凤凰。这个投进去就有来无回了。啊，现在就在这边僵持住，等。哎，就看这几把立场正面，就看这几把立场。对，好了，这个地雷已经吃光了。哎，这个把本这套战术就是哈斯提姆这一套呀，就什么中间怼一波的这个战术啊。三个不朽，然后怼。在他三个不朽最强的那波的时候，这时候就是他最强的一波，就你只要不被冰晕拖住，这波怼上去，你妈冰晕三基地很容易被打飞的。对，而且他这盘做了细节的。换了个流程，他是出凤凰的，省得被你各种空投来空投去，反正对。然后我就正面三个，哎，这一波冰晕怎么怼得过吗？他们现在没跳，他可能有点忌惮解放者没跳，但实际上我就说了，就两个解放者，你妈平 A 过去就好了呀。哎，他是个职业选手，追求完美的好吗？你以为是我们啊？你凤凰啊这些东西，你妈的 F 二，搞个毛利场 F 二。好了好了 F2 这买不了了呀，下面有那么多地雷怎么 F2 过去啊，干嘛闪一闪呀、啊、你妈的就像拖、啊、不要被蹭呐、啊、你这被蹭太伤了呀，还不如 F2 呢，刚才就不如这妈鼻云其实损失也很大的，刚才他主要现在跳没好，把本不想打跳没好，好，你被别人撑进去，四个解放者了，看吧，是不是 F2 了吗？妈跟你说了还不如 F2 了，跳个毛，逼急了到最后，是不是逼急了还是 F2 吗？早点 F2， 那他有跳又跳了，是不是、啊、是不是 F2 效果还可以吗？早点 F2， 我觉得早就怼赢了，对呀、啊，不用损失那么多兵，为什么一定要有跳吗？有跳就帅了呢？真的，你早点 F2， 你把两个解放者的时候 A 上去，你还有三个凤凰在天上呢。那怎么可能斩断卡拉嘛？神圣的 F2 连接着每一个艾尔，现在就少一个能镜，有个能镜好了，就直接一波了。能镜不是在后面吗？到了呀，在后面吗？对呀、啊，我到了就好，那就可以拼一枪的呀，慌什么？妈的，神圣的卡拉艾尔要光复的好吗？那哪有能镜嘛？哎，他能镜，哎，无所谓了，无所谓，无所谓。金刚被秒了，不重要。F2A， 妈的神族就是一个 F2A 的种族，我靠！是的，三个不朽，然后搞满那个使徒。我告诉你，其实神族我已经看，就是这个战术，然后三不朽的时候最牛逼的一波 A 上去。是的呀，跟你们说，不要想那么多。神圣的卡拉连接着每一个心灵，光复艾尔就靠这一个剑。没错，妈的这些，我跟你说，现在这些抠掉 F2 的这些神族，妈都是叛徒，
都是异教徒，你知道吗？那你现在你打你现在打比赛，你看，只要是把 F 二抠掉的都是异教徒，你妈这些人这些神族都是不可能成为大器的。都是黑暗圣堂武士。你看我现在一个不用 F2 的人，我现在也开始用 F2。 F2 其实不是说你每一个地方都要用 F2， 在你防守住对方多线的时候，这个时候 F2 把兵集中到一起才是最关键的，就是这个 timing。 所以我跟你们说，对，你们不要天天嘲笑解释菜，解释才是最纯正的心灵。那么其他的 这什么探机这些都是黑暗圣堂武士，只有解释才是纯正的心理。解小鸟机器了啊！解释解释其实唉也有点难出来了呀，解释。哎呀，我已经发现了，现在我只希望合作模式能再多出点英雄。哎，不，英雄不重要，重要的是难度，对不对嘛？对，就让我们稍微难打一点。不，那个黑死病，我告诉你，我承认的确有点烦。不，主要是拿钱说话，在黑死病有点烦。如果真的，对对对，如果真的是只有黑死病的话，以我们两个的操作，其实也不是那么怕。你黑死病过来，我们帮你点了就跑了，就完了。哎呀，不是，我们就算没有操作，我们可以用运营 F2A， 还是那个那句话，随便 A 一下就结束。爆兵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说这个黑死病其实还是蛮烦的，真蛮烦的。黑死病加潮虫，那打个毛打！我靠，妈的，不，黑死病其实最阴败的不是说感染你的部队，而是感染你的虫卵。这个太牛逼了！我靠，这个真的是太牛逼了。反正我们以后如果说我们要打那个合作模式的话，就我们打，我想过了，其实我们也不要随机打那个，就多少个因子嘛，我们就挑几个，打个三到四个因子，反正挑几个因子难一点的，对不啦？也是，也可以的呀，对不对嘛？不打七个真的，我们过了也说实话，我们心里知道是我们运气好，对，没有什么厉害的因子，这有什么意义嘛？过了有什么好吹的嘛？是的呀。我们的实力也就这样了，我们自己心里很清楚。对，我们的确没有这种，就我相信玩合作模式也肯定是有很多大神，我们肯定没有这些大神研究那么透彻。但是话又说回来，那些大神未必有我们那么好的运营，有我们那么忙，对不对？废话，我们的运营还是有点实力的。我跟黄旭东，如果说光是单挑打星际的话，在中国还是能够排得上名号的。那些职业选手我们是打不过，对的，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排上名号的。说的没错。好了，双方第三场第四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八比一，二比一啊。哎，运气也站在八本这边啊，第一时间去那边了。这个图其实第一时间侦查到，其实蛮好的，对于八本来说。对。But then to get to the main or the third, you have to go around, and that it's a little bit longer. But I'm sure Bjorn's gonna try and do that. It's just a question of the stats have the correct position. 这个其实我觉得打这种图啊，就是越近对八本越好。他现在这个风格，反正就怼正面的嘛。嗯，越近他中期的一波越不会被换家。哎，我就不明白他这个水晶点的有什么意义？又不是说你重组对吧？爽一下不行啊。人家这么说嘛，也就这样了呀，就这样想的呀。I didn't ask for a science lesson, Zombie Girl. We came here for StarCraft. God. 哎，那个福州福州黄旭东已经送了你1315个压岁钱。我靠，你妈的，低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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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
低调啊，谢谢这位福州黄旭东。哎，你今天开门红包有没有拿开门红包吗？没有啊。没有开门红包吗？对啊。妈的，我告诉你，我那个朋友圈嘛，啊，满世界在晒开门红包，切，老子不爽的一逼，我靠，满世界在晒。然后我就发了个朋友圈嘛，我说，妈的，你们这种每天在开门红包的人，对不对？啊，妈的，考虑过无业中年人的感受吗？对不对？然后呢？然后妈的，我就被红包起脸了，蹭，烦了一句我每个人都说，我不能收这个红包，这是我的原则，心意我领了。光是这件事情我就搞了一个上午，你要知道。蹭你妈。好，看这边双方的开局上来说的话还比较正常的，都没什么问题，都是正常的运营开局。这个开局的话我们看一下，这盘兵是一个两船兵的压制啊，看版本今天怎么选择。版本是 Blink 的话，那我觉得还是可以的。一个农民换掉一个死神，反正版本的这套开局就是我们说的最正常的开局。对，跳死神，然后 VR。If he realizes this, there's the problem where you don't know whether it's resonating blaze for adepts or whether it's blink for stalkers. But either way, both require you just to make a lot of units. Stats could try and. 这个两船兵的开局，这个两船兵其实就是打你开三矿的 Tammy， 但把本是不开三矿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两船兵兵并不会占到什么便宜啊。嗯。跳追猎 VR 来防的话，这两船兵其实是打把本三开的一个 timing 的，哎，感觉打到了。不，他哦，没开。哎，他四期都开，怎么可能去开这个三矿嘛？万一他偷呢？偷嘛，这个都这就说不清楚。他三矿只要点下去，这个就掉了。三矿点下去就遭中了呀。好，看到了，但是没有跳。他现在开个炮台拖一下时间。好，这个时候不开三基地了，我就在家里面刷追猎了。我开个毛三基地？什么？他追出去？哎，有点过，就是你妈的，有点过。那你把这个点击点的呀？点击啊你！他就追出去，太他妈夸张了！哎呀，他在。哎，这在打什么嘛？我没看懂啊，这个追出去，不，你追出去也行，你把运输一点了，对吧？那也是一回事。对，你把对方兵换了，那我还能理解。这他妈的，这完全没看懂。不过他把版本打，他把那个兵打怂了，倒真的。切，靠气势呢？妈的，有没有气势吧？就是这种莫名其妙追出来的，气势我还承认还是有的。啊，家里面续不朽呀，这个时候，那我已经看出来他的打法了呀，啊，就续不朽，然后续使徒，续、哎、就是以前哈斯提姆那套好吗？这他用的比哈斯提姆猛，是他正面操作比哈斯提姆好，防守也好。对对对，我哈你们也不能不承认哈斯提姆其实也有点猛，很刚，哈斯提姆这正面也很刚。我们好久没有看哈斯提姆比赛了，他好久没有出来了，出不了成绩啊，最近在欧洲被打惨了呀。Just throwing it all away. 比如四川兵投出来，这个有点快呀、啊，打正面，这波真的有点快呀、啊。我觉得八本死了呀，八本兵营都还没补好，他主要第一波太亏了。看立场，如果隔得好还有救。八本看到这个立场应该挺好隔，挺好隔。他哨兵有点多现在，所以哎，九死一生去加了呀。兵现在就不停的绕，但把本其实路灯做的还可以。嗯。比云这些地雷埋的真的你妈贱，我跟你说。他本来就这样的，这利用地形没错的呀。
这这个地雷真的，上面那个地雷真的很贱。八本切了个冷静出去的。八本只要这波能够守下来，我靠，比云开这里那么有自信啊？干嘛？就这个地方，就是他最后生死一线就在这个位置了。支点好吗？人在塔在。人在塔在那，你把这个，哎呦，这个冷静又很重要啊，不能死啊，这个冷静。接兵一波的冷静。没事没事没事，已经反应过来了，死是死不了。但现在兵这波兵还有点凶啊，还好看立场，看立场，这波看立场，完全看立场。还好还好，说真的还好，立场隔一隔，你妈你上不来的。哎，救的漂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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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运输机可以可以可以。现在需要使徒，现在真的需要使徒。我觉得打不过呀，这个三个不朽哎，三个不朽，但没有多少光头呀，你真有多少光头吗？没使徒，你知道吗？啊，没使徒，这都刷追猎啊，怎么可能打不过嘛？那么多追猎，跳一波先耗一波，然后你冲嘛。现在只要再来一波使徒就打过了。哎呦，这个位置架的有点伤了，他要分一下了。现在就等一波使徒，五个使徒刷了，但被切进去了。开炮台这边几个减速，好。好了好了好了，要爆了要爆了，这波肯定要爆了。哎，地冰一下地雷啊，这个时候要上吗？这个要上吗？肯定要上的呀，哎，这波我觉得五个有点不够啊。他去引地雷，他去引地雷，漂亮，可以可以可以。但是四个解放者，但还打不过，还打不过，这四个解放太猛了。这边架住咽喉位置啊，但是这个位置要蹭出去了，直接跳解放者。第六秒，哎，散开点的解放者啊！哦，漂亮！哎，这波少一轮边，但少了一轮边，少一轮边。海上不朽，能不能刚做？冷静掉了，冷静掉了，三个不朽还刚得起来。能不能刚做？哎呦，爸爸，这个时候真是爸爸呀！哎，他现在没叮当啊，很，我跟你说，这波能够守成这样，已经很牛逼了。他要跳这个，他要跳地雷，漂亮，引了地雷，引了还有一颗。但又来了个解放者，现在兵就掐这个位置，一口气的问题。对，叮当到了，叮当到了，感觉这一波只要刷使徒就可以 A 了，平 A。刷了追猎，刷了追猎，没有刷使徒，刷了点差。接了一坨边，又来了两颗雷，也可以，也可以。就这波了，就这波了。哦，又来了一波机枪叉子，平 A， 平 A， 这个时候平 A。F2 神似的卡拉，怎么又跳了吗？让你 F2 的呀，大哥，没对空了呀，死了呀。他为什么要去跳脸嘛？这波就一个解放者，这个习惯太差了。急，这就没机会了。他习惯真的太差了，这个。哎，不过我告诉你，不是每一个神族都能领悟到 F2 这个键的，好吗？也是也是。好，这一下跳的还不错，这一下跳的还不错。他刚才分的还不错，还不错，还不错。没用了，没用了，输肯定输了。他刚才分的那个。分的那个追猎打解放者，这个有点帅，那个分的有点帅，真有点帅。就是神，他没有浪费任何输出，他主要按耐不住这个，他主要按耐不住这个冲锋了一下，你知道吗？对对对，这几个地雷无敌了呀，现在已经，他的所有的产能都在造这个，都在造不朽，他现在要憋再憋一个叮当出来，那这。你憋个叮当又怎么样呢？哎，怎么卡了？怎么卡了？憋个叮当又怎么样呢？死了！这不可能翻了呀，这局面。啊，这局面你交给我，我觉得我都觉得赢了。只要卡住这个位置就赢了。对啊，主要地雷太阴巴了，这波地雷，你根本就出不来。地雷带解放者，你要跳这几个解放者也就损失很大。这个地雷就是一个支点，这个支点太猛了。好，直接把炮台给你换了，死了死了死了。你过来，你就过来就要中一轮地雷，你敢不敢跳？哎呦喂，二比二，二比二，铁血啊，真打铁血。对，二比二了。还是我跟你说，把本就在那一下跳上去追猎死完的，然后对方又补了两个解放者，然后突然你就没对空了。如果当时他是 F2 过去的，那波追猎在，妈的冰云就直接被打，这一波就守住了，守住了他还剩三个不朽，冰云还真不一定打得过后面。
就这一下操作，啊，挺好的，真的，啊，挺好的。我没，如果不是刚才他那个分追猎打底放子的话，我觉得这个局面 也打不出去。对，刚才打不可能打成这样子。他第一下那个跳上去分追猎点解放者，这个操作太屌了。对。所以这种精彩的操作其实还是要靠大家想象的，嗯，你只要想得到，对吧，就能做得出来。其实好了，我们要等最后一场了，嗯，妈，这种今天这个比赛居然打那么激烈，不过挺精彩的。以后我们天下第一武道会就按照这个就是武侠的这个人物来弄了。这个主要是七龙珠里面人物就那么点，真的有点少。明天是跟大家预告一下，明天是那个我们会在晚上的八点钟会给大家带来那个天下星际的这个节目啊。明天是那个是，Dark 打 Innovation 的波十一，那天我们没有播嘛，我们把今天这个播掉。对，明天我们会来播的。嗯。Dark Indomation， 他们说我们被鸟山明发律师函的，我们要是被鸟山明发律师函，那我们混的也还可以啊，是也是大主播了呀。你们想多了好吗？被鸟山明不是，我告诉你，鸟山明是不可能发律师函的，好吧？是的呀，他发我们律师函，他还打跨国官司跟我们，我靠，我们也是大主播了。哎，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那个 YouTube 的频道已经恢复了，已经恢复了。大家只要上 YouTube 搜索那个黄旭东啊，就可以，就这里啊，就这里。我跟大家说一下，你上 YouTube， 你搜索那个，在搜索，就你上来是那个首页嘛，然后你搜索黄旭东中文啊，搜索黄旭东，然后你就看得到我的这个频道了，频道恢复了。然后所有都好了，然后我们之前申请的那个频道就不用了，还是用我们现在这个之前的老的频道啊，因为这个订阅人数比较多一点，有10000多个人订阅，所以大家如果在 YouTube 上想看我们更新的视频的话，就海外档的啊，海外档的就可以来 YouTube 上看。跟大家说，国内的玩家可以来 B 站或者优酷都可以。对，国内的玩家就是 B 站和优酷啊，这些都可以。好，来了最后一场了啊。In the bottom right, the blue Terran, he is Bion. 就看把本，我觉得如果说这两个人打的话，其实我认为胜率的话还是把本稍微高一点，就看把本那几个细节能不能做得好。嗯。那几个细节做好了，我觉得把本就赢了。而且把本现在最重要的是，他已经领悟到了分追猎打那个解放者这个操作，我们还没怎么看到过有人用过。对，就包括那个操作，就是之前我不跟大家说，就是你飞使徒，飞六个使徒、七个使徒进那个虫族家的时候，你不是你分那个使徒点农民吗？就两个分成两个、两个农民点，两个使徒点农民，不是一下就很快吗？对，就这个操作，后来小 hero 在直播里面也用过了。其实我觉得你这个操作的这个细节，你只要能够做好了，其实你还有很多的可以提升的空间的。你就算好，其实你就算好，你的追猎，比如说你有一攻的追猎，几个追猎能够秒解放者，对，到时候你就可以自己拉一下，就有概念，有这个概念，对，概念很重要。啊，冰云这盘是直接裸双三病，这是他最喜欢的一种战术。有观众问那个这个战术卡气矿的，没有卡气矿，你要相信职业选手，怎么可能卡气矿？对啊，
这跟水晶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影响情况，但是这个影响其实很小。他这根水晶，但是为什么要点这个位置呢？因为他要护的上面的那个位置，他必须要点到这个位置。那种建筑学职业选手都是经过研究的，他都想过这个建筑学其实就是 PVP 的建筑学。 PVP 他也要这样点，为什么呢？因为他必须要用这个水晶护住自己的矿区，要不然的话你就要在上面点，你如果点到上面去你下面就护不住，你点到下面上面就护不住，那你就要多点一根水晶，还就很好啊，很少很少。我跟你说你自己打过 PVP 你就知道这个影响很小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你这个影响，说我强行解释，哎，你们不信你们去看 PVP 是不是这么点水晶的你们就知道了。我觉得这波黄云东吹的没有任何问题，的确是这样子。而且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职业选手在这种同一个对抗的时候点的位置，水晶的位置都是一模一样的。是的呀，不会有任何偏差，这都是他们研究过的呀。We haven't seen stats a single time do the pylon overcharge rush. He has been the opposite of cheesy or cheesy. 还是 VS， 我看到把本其实打到最后发现还是就是 VS 凤凰，对吧？就是出一个先知，出凤凰，出三个凤凰防空，然后就直接家里面就怼不朽，可能是最好的办法，因为让避晕投不起来。这一盘避晕这个开局是个裸算的开局，我觉得。那把本速三的呀。对，把本这个三矿，我告诉你不好守，待会儿拼一枪呀，速三。他三兵裸上三兵，兵很多的第一波，有一攻的。关键这个图你知道吗？这个图你怎么点水晶嘛？你怎么点水晶？这个图，你点到上面去，别人从下面绕你，你也很烦。对的。你怎么点水晶守这个三？是有点烦，是有点烦。其实我觉得这个图啊，你干脆就不要想着去开那么早去开三矿，直接两矿先把巨象出来，然后再去开三矿，这样的打法可能比较稳妥。这个戳的还可以哦。有观众说，除了吉姆大神，职业选手都这么点的，因为吉姆大神的第一根水晶是点在别人家。你妈个蛋！吉姆是第二根水晶点在别人家，好吗？第一根大家点在家里面造 BF 的。你说的没错。哎呀，我就看他这几根水晶怎么点。关键是我就看他待会儿这个怎么去防这两船兵接四船兵的一波。你开三矿压力真的防起来还是有点大的。对，这波走出来一攻盾牌都好了。这一波其实就是碧云最喜欢的那个两矿四倍产机枪的那一波，对，非常凶啊！这波四个光头，我记得碧云出门的时候应该是四个光头，四个光头，然后大概20个机枪，两船运输机。到你们给我，反正我刚好盾牌一攻都好了。对，看到这盘要续几个光头出门，两个。他是不是要等呢、啊？就两个直接就出去了吧？这不会被抓吧？哎呦，漂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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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这一波机箱有点厚啊！我就很好奇，他这波怎么挡？冰也没补起来，就这几个小猫两三只，你挡逼晕这波。而且你先知他也没照头盔，对，而且你这个水晶还护不住，一攻然后有盾牌。这个太凶了，这波再等两个光头吗？不等。啊，碧云在这边等一下。他靠他后面还这个地方他只能靠他后面还要接两船兵空投过来的。对，待会儿。现在靠立场，啊、漂亮这个立场。哎呦，这个立场完美完美完美，神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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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美。他还是叮当先开了视野，但是哎呦，差一点，没关系。只要没死，他就还有开炮台的机会。关键两个光头死了。好，两船兵马已经过来了，已经在路上了。对，再开个炮台，漂亮立场。哦，又立场，可以。
真的这几个立场直接放的有点精髓啊，牛逼牛逼牛逼。好了，正面咱们这四这又接两个边，这个凶了，这凶了。哎、啊，我觉得看这波使徒的我走位，能不能一个地雷先抓走？是太厉害了，你又使徒，漂亮漂亮，飘过去了，他知道你要空投家里面，对，都想到了，都想到了。我靠，他还是亏啊！太他妈屌了，还是亏啊！他现在兵回来救，他现在兵回来救，下面开炮台，我在投下来、啊，开炮台，开炮台，漂亮！哎呦，我操，这个防守你妈的太极限，这防守太极限了，不是普通人是做不到的这个防守。不，这个防守，我不管把本输赢这一盘，我就说他这个使徒往回飘这个意识。太他妈屌了，我只能说，哎，他肯定是经常被这么搞，他已经知道了。好了，就正面这边引地雷，漂亮离场，就在这里展开打了。解放者，解放者不敢架呀，这是 F 二呀，这是他九死一生，又去了又去了家里面，哎，这地方烦的一逼，真的是烦的一逼啊！没办法，没办法，这个时候只能飘回来，家里面先点了一个什么，点了个运输机，哎、点了运输机。好，这边农民可以跑了呀。不重要，这个时候不重要。F2 先把那个打了。比云继续投，继续投。布林克快好了，布林克快好了，再等等，布林克就好了。再坚持十秒钟，十秒钟机动线，比云也是两矿一波的。农民是二十个，二十三个。好了，直接溜冰了。跳跳跳，直接点，直接点，直接点。溜冰了，不要回去，不要回去。好了，二十六个农民啊，但是死了。可以接受，可以接受。现在版本只有三十七个农民，冰运有四十八个农民，但是三矿都在。你有三矿，这点损失完全可以接受的。反扑了呀，这波你死了那么多兵，肯定反扑了呀。这现在版本就缺个能剑，能剑的还在造。先扑了再说。不，刚才那个太他妈屌了，这个不，这个太极限了，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这件事情。这真学不来啊，真学不来。这版本不会飘进去，他要等，他要等，他要等。这个我跟你说真的，四个解放者你先防，你防你防，我现在反正就在门口压着，我补农民就好了嘛。兵做了细节，他两个解放架开，还有两个解放他等你，他等，对，他要打一波的话，我再架。对，他细节还是做了的。现在人进骚扰骚扰了，因为对方没三矿，把本看了一眼，对方没三矿，直接回去了。而且这时候这不可能飘的，农民也补起来了。对。压力那么大，肯定是逼晕很极限的一个两框一波。对，好，来四个使徒先在家里面偷农民，能偷几个偷几个。好，装了走。逼晕的防守也很到位、啊。不急啊，不急，不急，不急，这个都不急。哎，这场比赛水准太他妈高了，这个决赛。那两个比赛出巨象吗？爆不朽也可以啊，出巨象，出巨象，他应该是出巨象，或者应该出巨象。我感觉应该是出巨象，哎，其实我不用出巨象，你妈就爆不朽就好了，就直接不朽，我觉得就直接不朽，然后你追猎刷一点，然后 F 二 A 过去，他出两个巨象也行，出两个巨象也行，也可以也可以，但肯定没有不朽效果好，对，但他有三个不朽也可以了，哎，不朽这种东西多多益善的，在里面在搞，哎呦，思路很清晰，哎，带冰云有冰哦，漂亮，哎呦。那解决了这个逼晕就可以在正面好好的好好的做文章了，大家还是坐下来还要打一波，反正这一波就看，哎呦，两个人这个细节都很好啊，那追猎不够啊，现在立场漂亮漂亮，他现在要拖逼晕，要强行就挤过来，这个位置你挤嘛，你挤嘛，挤过来就挤过来，两个巨像快出来了，追猎又刷了一波出来，哎，平 A 的呀，这个是地方，等巨象，等巨象，不要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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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最后退一步的机会，他还有对，等巨象，等巨象，但这波地雷有点多啊，巨象到了，好来了，要没射程呢，对吧？没射程就不是巨象了，哎呀，立场隔一隔漂亮，再退，再退，再退，哎，这个时候还退毛 F 二 A 了呀，这时候，没，他现在肯定要退的，他这个性格肯定要退的，开炮台拖啊，这个时候，他还要等四个巨象，等射程。那你把炮台开了呀，上面那两个炮台他舍不得开好吗？正面反正兵能够压得住，不急。那这个基地不要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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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就不要了。那最后决战一波了，他下面反正基地开了。等四个巨像，等四个巨像。他决战一波了，打得太怂了，打得太怂了，真的是。对，射程已经好了。不是，他主要也不知道对面有多少兵，这个是真的。我们看上去是知道可以 A 的。四个巨像，下面绕出去啊！这个时候，
这个地方不是坑自己吗？这地方下面绕，但是他怕对方九死一生，他绕出去。他现在用巨象在上面占便宜，反正你也打不到我三矿的，我就在巨象在这上面占便宜也可以。绕出去啊，打往解放者屁股那边绕呀！你再稍微等等，你再稍微这样，但你绕可能叫九死一生吧？那么九死一生就九死一生，你这波兵送不起的呀！你这波兵送了，你还打毛啊？妈地下全是雷，我靠！绕出去，这时候就绕出去，不要往这么小的口去冲，让他九死一生。哎，兵要干嘛？干嘛？没有，没事。绕出去了，要决战了，决战了。对，就这样。而且兵现在不能，这波兵不能让他回去，回去待会儿就遭中了。决战了。FR A 了，漂亮，点。这地雷直接全部扫掉，主力跑了。在最后死的一刻把叮当炸了，这个还是很重要的。而且把本上面那根水晶，你看做的细节、啊。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把本啊，我觉得不，你说他不急也不行，因为冰线已经开始续围巾了。妈逼！哎，我觉得把本这时候再回来转爆不朽啊，两 V 啊爆不朽，对不对嘛？对的。这个时候再转爆不朽啊，爆个毛巨象，这个时候就爆不朽。先把岩石打开，反正这些巨象反正就这么回事了，迟早要死的，就关键是死之前，对他的两防要冲一波，我觉得这波不能冲啊，这波不能上，这个路口看一眼不敢上，而且这波使徒的数量也不够，分两个在这里点农民吗？不敢，点个毛，这羊入虎口吗？这是他上面在骚，没骚进去，没机会，防守防得很好，哎，真的，他现在维亚真的应该爆点不朽了。他没钱，现在他没钱，没钱，那你妈你出两个自爆球也是回事啊！你VR的产能不是浪费了吗？现在两VR，不是，我觉得你先出点 OB 吧，待会儿又要被地雷起脸。啊，现在打的很紧，自爆球也行，自爆球也行，因为他气多，先补两个自爆球。对，这波我觉得这个局势碧云还是占优。哎，解放者，可以漂亮，点掉了，但是围巾起脸的呀，死了，没办法，这个没办法，八本死了，这个真是没办法，这阵型被碧云斩的完美了，死了，就是不朽不够，我跟你说，对，完美，这个阵型真的完美。就我跟你说，他如果不是造巨像，他妈的就不朽怼到底，冰晕就被打爆了。哎，还有那个口上其实冲的那一波啊，其实自爆球太过分了，没机会，冰晕不可能中这种自爆球的。这你妈！哎呀，偶尔失误很正常的。那这种自爆球都会中，我怎么遭得住嘛？哎，他怎么还在续自爆球吗？别续自爆球，续不朽呀！自爆球没用的呀，你炸过一波之后才是稳定输出啊。对。家里面被投了，就完了呀，这个。哎，耶！完了！这你妈，这怎么哪里来的一波追猎？你妈的！不过这两个人算是真的拼的已经是精尽人亡了。这场比赛太他妈激烈了，你说这打的 GSU 决赛我都信了。真的激烈啊，这个比赛真的激烈。两个人实力刚好差不多，关键是。对，我觉得把本最近感觉在 PVT 上面研究了一些。对，哎，他其实就研究了这个套路。对。他本身也适合打这个套路，四个自爆球没用啊！我觉得自爆球你妈的怎么可能炸得到逼晕嘛？他可是逼晕呐！哎，这但是跳的不错哦！这你妈被跳了一个运输机，我靠！哎，但我觉得还是打不过，哎，不会吧？哦，啊，没自爆球，没有，后面还有。自爆球真不稳，真的太，我说还是不朽稳，就这种阶段不朽打这个光头还是很稳的。又跳一个解放者，但是没自爆球了，看这个自爆球是不是要封路口？有没有 CD 好没有？自爆球 CD 有没有 ？CD 自爆球给压力，这个时候就是，冰也在保持距离。一个自爆球，哎呦，上面飘两个使徒，我的天哪！
并没有杀什么农民，好吗？没关系啊，这两个使徒把兵兵部队拖走了。这节奏还很紧，但还在出自爆球。现在证明他没有办法，他只能出自爆球。他出不朽，我告诉你，出不朽他有点……哎呦，可以啊！哎呦，逼逼你妈，很少看到他中自爆球啊！哎，难道说他出自爆球是因为他自爆球炸得好，相信自己自爆球的实力？哎呦，该点农民，猛点农民！看他有没有自爆球包夹呀、啊？有两个新的自爆球过来了。哎、使徒有点少，有屁股后面有两个自爆球的，我跟你说。哦，哎呦，哎呀，这跳脸就遭中了呀，死了！他这个自爆球太考预判，他预判的是你兵装走，然后我直接跳脸打点你运输机，知道吗？他还太考预判了，不是他当时太想两个一起炸，他如果是只炸了一个，说不定还真的有机会。哎，对对对对对的，他两个一起炸的，他也急了，往下跳呀，这个时候。还往下跳，上下都是悬崖，有什么好说的嘛？你过来炸我就走。自爆球过来吃火力吗？自爆球过来送好吗？已经死了，已经打不来了，已经死了，死了，打成这样不错了。妈的，这两个人真的血都打出来了，这盘打这样真的不错了，死了。飞烈在这种部队面跟水一样。我真觉得他这个部队里面真的自爆球太不稳。哎，就不朽，刚才不就爆不朽就好了。我觉得巨象都没必要出，就两个 VR 爆不朽，正面不可能压得过来的。对。巨象这个最近、太弱了，还是太弱了，起来了，没办法了，没办法了。又被各种秀，各种的散。死了，吉吉，哎，精彩！恭喜一下冰冰啊，获得了这周的这个冠军、这周 BSTO 的冠军啊，精彩！打了那么精彩的五场，获得了$75，妈个蛋，好他妈凄凉啊！我靠！哎，不过我告诉你，他打完这棋盘，他的 TVP 绝逼提高了，对对对，他今天就不用练 TVP 了。他今天收获的不单单是$75，主要收获的是对自己的自信心，这个很重要，对不对？这其实我觉得就这种以赛代练的一个好处，其实这种比赛中国选手完全是可以去报名的，说不定你可以分到碧云，可以去挑战一下。对对，你看今天蒙斯克就跟碧云打，跟 Innovation 打了一下嘛。没错。好，那这个今天就到此为止吧，休息了休息了休息了。